大家好，我是锦怡。上次三条鲤鱼打理干净后，剩下好多鱼鳞。鱼鳞可是个好东西，富含胶原蛋白和钙质，我可舍不得扔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把鱼鳞做成大受欢迎的美味。先要反复把鱼鳞洗干净，鱼鳞上有很多污垢，用清水洗干净后，还要用盐再浸泡十分钟，反复搓洗。最后沥干水分，在鱼鳞中放入调料，调料我打在屏幕的上方，在视频的最后也有配料表，大家可以收藏保存。放好调料后腌制20分钟，锅里倒宽油，依次放入鱼鳞油炸，炸到鱼鳞酥脆就可以捞起来。炸过的鱼鳞非常香脆，既可以当做零食，也可以做一下酒菜。我现在尝一口，听听这声音，很爽口吧？大家平时怎么处理鱼鳞的？作为花肥还是直接倒掉？欢迎下方留言分享。用简单的方法做健康的美味，我是锦怡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